又在礼拜二的上午继续有这段时间来思想列王记下所记载的，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的心总是那样的软弱，我们的心总是那样的不明，但你就是光，你的引领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得见你的面，使我们在脱离罪的权势，脱离黑暗的辖制，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光照得明白。感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下，今天我们 要来读第四章，我们先读第四章跟第五章两章，我们来读这两章。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巴说，你仆人丈夫死了，他行为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非你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是没有什么。伊丽莎说，你去向民众设戒空气，不要少戒，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里面将油倒在杯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伊丽莎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一日，以利沙走到书面，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十一节，一日伊丽莎来到那里，就进了他楼旁卧。伊丽莎吩咐一人替他细说，叫这书面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来，妇人站在伊丽莎面前，伊丽莎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的能呢，可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业。伊丽莎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伊丽莎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在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哪，我从你要这样欺负给你。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所说的，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在他父亲在收割的人那里，他对他的大哥的渴望，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放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给他母亲，孩子就在他的膝上，上小母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行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并叫他丈夫说，你叫的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地去见的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一位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上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面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曾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负他？伊丽莎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去，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
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手上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就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伊莎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伊莎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伊莎来到进的屋子，看见孩子洗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他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路来回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36节，伊丽莎叫基哈西说：“你叫这书面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伊丽莎说：“将儿子背进来，在伊丽莎脚前伏伏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伊丽莎又来到了基架，那地就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了一个花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中有质子的物，可以众人吃了。”伊丽莎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伊丽莎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今天有讲。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马蜂。先前亚兰的成群从以色列国里的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叫不是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想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的国本来是如此如此。”南王说：“你可以去，我也查信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使他脸的金子又先设合了衣裳使他，就去了。几封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又哭又惊奇说：“这岂是神能使人死人活呢？这人信打发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伊丽莎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马车到了伊丽莎的家，站在门前。伊丽莎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得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麻是何的和亚巴拿和马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
在约旦河里沐浴七河，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的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提利章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你将两国之国的土赐给我，从此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献祭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你们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撑他在你们庙，我也替身在你们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伊丽莎的仆人听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从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跑去追上他向他要挟。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与他说，我平安吗？说这里的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使他们以他赢得的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贺他连的再三的请求，便将贺他连的武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开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仆人面前，伊丽莎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伊丽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返回伊利的时候，我的身体没有去那，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油、葡萄园牛羊无比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一生的得以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被除去，就是长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好，那我们来看第四章跟第五章。第四章跟第五章啊，有很多的啊，这个啊要紧的话，在这当中教导我们啊。那这个都是跟啊信仰的作为有关啊。首先我们来看啊，这边啊有几个都是跟啊一开端哈、啊。这个开端呢啊，开端就是啊。人在生命的当中，或者在这个啊这个生活的当中所面对的各式各样的难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啊，属神的百姓或者是属神的人，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所面对的艰难。那么第一开始是讲到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啊，他所面对的困难。啊，然后这个困难是什么？就是她本来她的丈夫是做先知门徒的，也就是说跟着啊以利沙啊在当中啊学习啊学习去啊明白神的引导跟带领，然后她做先知门徒，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他来啊跟以利沙来做学习。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啊，后来他死了，啊，死了，但是这个当中他家里人欠债的，啊，欠债，所以他的两个儿子要被债主啊娶去当做奴仆啊。以前的话啊，你没有钱还债，你只能用你的产业还，如果产业都还完了，那只能用人还。人就被卖作奴仆，那么所以他非常的愁苦，所以第一节讲他来哀求以利沙
伊丽莎就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这句话其实不是问对方，就是他能够来说，那要为你做什么，因为他已经把困难都讲了，对不对？那这是一个思考，就是在当中伊丽莎在当中的一个思考。那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办呢？他说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那他就说除了一瓶油以外没有别的，然后他就叫他去借空器皿，不要少借，不要少借。这个时候他就然后回到家呢，很要紧的关上门，然后你跟你的儿子把油倒在器皿里，满了就放一旁。所以他就回去了，然后呢把器皿来，器皿都满了，他说再去拿器皿来，儿子说没有了，然后油止住了。妇人就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所以这是第一个伊丽莎在百姓的当中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境。那么他对了这一个这个寡妇呢做了一件很特别的借着伊丽莎的口行了一个神迹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的话，这个先知的门徒来求伊丽莎看看他能够帮什么忙。那伊丽莎呢他并不等，从后面我们可以看他并没有多余的钱财，所以在这里呢他就直接问他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对不对？那么你还有什么，那这个拿来以后，那么就从这一瓶油里面可以把所有的空的器皿全部倒满，倒到所有的器皿都满了，那么就止住了。所以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发生让我们在当中思想的主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这样。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耶稣先问门徒你们有什么，你们有什么，那门徒就拿了五个饼两条小鱼，对不对？就说这就是我们有的五个小的饼，两条小的鱼，就这就是我们有的。那耶稣就吩咐门徒说你叫他们一排一排坐着，众人全部坐下，是不是？坐下以后就注谢了，把饼拨开把鱼跟都分给他们结果分完了众人都吃饱了，那么剩下的收拾，对不对？还有十二个篮子。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伊丽莎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它都是一个预表，也在当中给我们一些在属灵上的一个学习。这个学习呢这个学习就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话，我们向神交托跟仰望，我们要凭信心预备，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但是神供应之前，我们要凭信心做预备，凭信心做预备。比如说前面在三王和公摩押的时候，那么呢伊丽莎就告诉这个以色列王就跟他讲，他说你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是不是？那这个他们就要凭信心预备了，因为已经没有水，还要花劳力去挖沟那人的心愿意这样吗？所以人一定要愿意凭信心做预备，凭信心做预备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通常会被现在的难处盖过我们的心，压垮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当中整个被捆绑被束缚所以我们会被这个难处压过。当我们被这个难处压过以后我们虽然一直希望自己有信心在当中呼求祷告祈求，那我们也这样做，但是这样的信心还是一个要怎么说的信心比较好，
就是他仍然是一种信，可是这个信呢还没有足以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还不足以。比如说我再讲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马大跟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死了，对不对？然后死了以后，耶稣故意拖延两天才去，到了以后已经死四天了。所以两个姐妹遇到耶稣的时候都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对不对？那耶稣说啊，你兄弟必不死。好，那 马大说什么？我知道他会复活，对不对？好，然后呢在末日的时候会复活，对不对？那耶稣就再讲一个，他说你兄弟必不死，信我的人永远不死。那马大信得过吗？其实他信不过，因为耶稣后来到坟墓前的时候，他就跟说把石头挪开，那马大就说什么？已经臭了，已经死了四天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是按着我们的理解去信，按着我们的理解去信，而不是按着信心做预备，这两个 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是按着我们的理解去信神，那这个按着我们的理解去信神，我不说他全然错，那就看我们对神的理解到哪里，我们对神的理解到哪里。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他要我们啊，不是按着那个理解而已，而是按着信心去做预备，按着信心去做预备。因为什么？因为信心要给我们的，常常会超过我们，超过我们。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一开始知道他会有子孙，对不对？有后裔，所以他到迦南地。从75岁待了10年，待到85岁，10年了没有孩子，但是86岁生一个。所以这也是人按着自己的信心去理解神的应许，按着自己的信心去理解神的应许，他就会怎样？用自己可以做的方式做，自己可以做的方式做，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按着自己的信心去做理解，我们会按着自己可以做的方式去做，但是呢，这按着自己可以做的方式去做，往往会够不上上帝要给的，够不着。所以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所以他就觉得就应该是这个孩子了，对不对？可是隔一段时间以后，上帝跟他说那个不是。他以为是了，但上帝说那个不是，对不对？上帝才跟他讲，我是要你跟撒拉生的才算数，对不对？所以人是这样，人往往我们是按着我们理解的信心去做预备，而不是按着上帝所赏赐的信心做预备。所以这两个是两，这是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凭信心做预备，一是第一个是人的理解，人的理解；第二个是神要做的，神要做的就是什么？就交给神，你要交出去，你要交出去，你五饼二鱼要交出去，你要给，你要愿意给出去，或者说我们一般讲的，要跨出那个信心的步伐。信心的步伐所以我们这当中我跟大家提这一个，就是我们凭信心做预备，在主里久了以后，我们比较会落入理性的信心，理性的信心在预备我们祷告也常常会是这样，我们的祷告也会这样，常常是这样，很四平八稳，对不对？就主啊，求你医治他祷告祷告祷告，最后说如果主你不医治他，也请你怎样，好像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怎样都设想清楚了，然后觉得上帝反正如果医治他也是听我祷告，没有医治他也是听我祷告，对不对？我们常常用我们理性的我们信心里面理性的，我们自己理性认知的理解去做，
去做。那么啊，我们少的那一种很单纯的信心，很单纯的信心啊，所以在这当中呢啊，圣经常常要我们回到那一个，我不是说理性的解析不好，知道吗？它是帮助我们去厘清，把一个不应该的放下，但我们在这当中仍然要去知道思考一件要紧的事，就是信心的本身跟我们对所有恩典的理解都是上帝给的。这个就是写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讲，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所有的恩典啊，上帝要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是他自己用智慧聪明要给我们。那他的智慧聪明显然在我们的理智慧聪明怎样之上，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啊。凭信心预备的意思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交给神，交得出去。所以圣经讲啊，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要交得出去。啊，保罗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告诉神是交出去，交得出去。所以做信心预备呢，有一个要紧的是你要交得出去。所以交得出去里面呢，他讲的是什么？他第四节回到家里关上门做的事。啊，关上门做的事其实就是一个啊，耶稣每一次在讲祷告的时候讲，你自己祷告你就要关上门。关上门意思就是你只有你跟神，只有你跟神，那只有你跟神，然后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交给他。所以这里呢啊，他告诉的这个婢女哈，他说你这个你家里有什么？他说我只有一瓶油，其他没了啊。然后所以你要凭信心做预备，叫你去借空器皿，你就去怎样借啊？你有多大的信心做预备，你就会得多少。你就会得多少。所以这个先知跟他讲不要少借，知道吗？不要少借。所以呢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理智我们能够思想的都是有限的，但是呢啊，信心啊从神而来的总是啊超越在这一切之上。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果然所有的油啊器皿都倒满了，那么油就止住了啊，油就没了啊。所以呢啊，他就去跟神人讲，神人说那你去卖，拿去卖啊，那卖了啊还了债，剩下的就可以靠着度日啊。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预备啊，第一个预备信心祷告信心啊，跟预备有关啊，预备有关。那我们基督徒在生命的历程当中，等候是一种预备，很艰辛，等候往往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功课啊，等候是一个很艰难的功课啊。那么上帝跟亚伯拉罕讲，你要有后裔，对不对？等了25年，是不是啊？那如果你要成为大国呢，你这一辈子还看不到，要等到你的子孙，对不对啊？到别的地方被人家苦待以后才会被带出来。所以等候是一个功课啊，也所谓的功课就是在生命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建造。所以等候的艰难就是要用信心去做预备。所以我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常常是在等候的过程，等候的过程。好，然后第八节开始他到了苏念，那么有一个有钱人家的妇人就强留他吃饭。这个是一个啊，在古代呢啊，一个所谓的敬钱的人啊常做的啊。他为了表达他很敬虔，
所以他就要这个好好的款待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然后呢，他又这个又在当中显出他的诚心来，所以他就用这个强留的方式，强留的方式。那通常这些都是显露出他在当中的一个用心，一个用心。所以像这个，我们知道那个使徒保罗当年到了这个到了腓立比的时候，到腓立比的时候呢，不是有个妇女叫吕迪亚嘛，对不对？后来他就强留他。那强留他所以就在他们的家中开启了教会。所以呢这个妇人呢，也跟吕迪亚一样，用他的这个对先知的一个强留的动作呢，来表明他好。那么留他吃饭为什么？第九节，因为他对他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所以他有观察以利沙，有观察以利沙一段时间，所以知道这个先知呢跟其他先知不一样。所以他就说这是一个圣洁的神人。那么不仅呢招待他吃饭第十节说，我们为他在墙上盖一个小间，就是一个小的阁楼，有墙的一个小阁楼，放了床桌子椅子灯台，他路过他就可以在这边躺卧休息所以他不是只请他吃顿饭还给他预备了一个房间让他可以好好休息。所以呢以利沙就接受了这一个妇人的款待那么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吩咐基哈西，就是他的仆人去把他请过来。那以利沙就说，那你为我费了这么多心思那可以为你做什么可以为你做什么？就你需要什么你是需要向王求或向元帅求就是说你在这里你是一个有钱人，对不对是不是王那边给你什么难处或者是军人的给你什么难处这在古代都常发生的。他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然后以利沙就回头看他的仆人说，那我可以为他做什么然后基哈西就说了，他没有儿子，丈夫老了他没有要求什么，也没有表达他要什么那么以利沙就说就叫他来他就来了在门口的时候，以利沙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啊，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逼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觉得自己怎样，没希望了，对不对？自己年纪大了，丈夫年纪也老了，那一直没有孩子，也就怎样，他自己不抱希望不抱希望所以表示呢，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讲到信心的预备。信心的预备是在什么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已经没有再没有信心了我们已经没有再没有信心了，知道吗我们就觉得没有机会了不可能了。好，所以大家又想，为什么我们觉得没有机会了，不可能了？等一下我们往后看就知道，这都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了，我们的信心仍然受什么影响？ 受我们的理智影响，受我们的经验影响，对不对？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敬虔应当尽我们所能的去接待这个圣洁的神的仆人，对不对？
啊，他也忠心的做这些他啊认为应该做的事，他都做了。啊，然后呢，但是对他自己的事，啊，对他自己的需要，他已经觉得怎样？没希望了，对不对？他也不求，啊，因为已经没希望了嘛，已经没希望了，也不来求先知，对不对？不像前面那个先知，那个妇人来求先知，他也不求了，啊，因为他也觉得自己没希望了，啊。然后先知就很纳闷，啊，那你有什么所求？他就觉得我没有所求啊，我就在这里平安无事度日，我在这边都很好啊，对不对？啊，然后，但是他真的有一个真正的盼望没有了。因为以古代的人没有后代就怎样，没有盼望，因为你的产业就怎样，存不起来，你的名就留不下去，所以我们不能用现代的人的想法，古代的人的想法是你没有孩子你的名就没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承接你的名，你的名就没有人承接了，那你的产业就被你至近的亲属给怎样分掉了，这样知道哈？好，所以他已经没有，从人来看就是今生呢没有什么希望，没有盼望了，知道吗？没有盼望，所以在古代会觉得一个人没有孩子，他们总觉得是没有福分的人，所以我们读路德记，他说有这个妇人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有没有？他们觉得七个儿子就是很大的祝福。好，那么这个妇人一听到他说他可以有孩子，他就马上觉得怎样？不可思议，所以就跟他说不要那样欺哄婢女，不要这样欺哄婢女，就是你又给我一个希望，对不对？那到时候怎样不成了怎么办？但是呢，果然，到的时候，到了伊丽莎所说的，他果然生了什么？生了一个儿子的，你知道吗？果然生一个儿子的。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常常在当中为上帝要做的事，受我们的信心的一个限制。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受限制？因为我们平常有很多很多知识，有很多理性的判断，有很多的经验，我说这些东西都没有错，一方面帮助我们，但一方面也限制我们，记得哦，一方面帮助我们，一方面也限制我们，知道吗？所以信心常常是所以这种信心呢，它是第一个，他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呢，第二个他也限制了。所以我刚才还是回到刚才马大讲的话，马大跟耶稣就讲：“我知道我兄弟必复活，对不对？我兄弟必复活，这就是我们从知识面上头的认识啊。我们相信他会复活啊，但当耶稣说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就怎样？他就对不上了。”我们就对不上，所以这是第二个今天所读的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整个你可以看到他在告诉我们信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信心是什么？信心总是跟人对上帝的敬虔放在一块，看到没？总是跟人对神的那个敬虔会在一起，会在一起。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是很敬虔的，对不对？好，再来呢，我们看第三个，今天读的第三段的故，第三段哈，这个孩子长大了，可以到外面的田那边跟他的父亲跟收割的人在一起。但是呢，有一天他就一直喊他的头，就表示他头怎样，应该是很痛，很不舒服。那仆人就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然后呢，他
他就在母亲的膝上，到了中午就死了。好了，这个孩子是上帝给的，对不对？因为他不是他自己求的，是先知神界的先知给他的。那么孩子死了，孩子死了怎么办？所以呢，他不吭声，他就去找他丈夫说：“给我牵一批驴子来，我要去见神人就回来。”那丈夫觉得很奇怪，他说：“今天不是夜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什么要去？”夜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人一般用这些日子敬拜神，或者用这些日子去找先知。那么呢，这都不是啊，所以他丈夫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好，为什么觉得很奇怪要去找他？因为从苏念呢一直到加密山，要走32公里所以你真的，所以他丈夫觉得很奇怪，这样知道吧？不是说到城外去，到城外去走走，知道吗？不是啊，不是32公里，你想要走多久？所以他为什么要找驴子？这样知道了吧？因为可以骑驴子走，在以色列的这种丘陵地，骑驴子可以走比较快。所以呢，他跟他先生，跟他丈夫说。找一批驴子，我要去赶快去见神人啊！然后她丈夫就觉得很奇特，他说：“没事没事。”他不让她丈夫知道，不让她丈夫知道。然后背上驴，他说：“你赶快赶着走，那我不叫你停，你就不要停啊！”所以32公里，他就骑着驴子赶着走，赶着走，然后到了加密山去见神人。那神人呢伊丽莎在远远的就看见了，就跟基哈西说：“哎，那不就是苏念的妇人吗？然后看他这么匆忙，所以你跑去迎接他，问他平不平安那他的丈夫他的孩子平安吗他就跑去，就妇人就回答平安。可是一到山上就抱住神人的脚，抱住神人的脚，那基哈西就觉得很奇怪了，你不是平安吗？为什么来？那这样把他推开，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看到没？前面那些事情都是神，其实上帝有先指示的，有先指示。以利沙没讲，但在这里他有讲，所以什么时候上帝指示他没讲，那没有指示他讲。所以这是刚才说，哎，到底是谁的意思？其实他有感动，他可以知道，先知可以知道，这些事情上帝有指示，有感动，所以他知道，他知道，这个是上帝要他做什么？可这一次没有，所以他就跟他的仆人基哈西说，他心里愁苦。如果上帝指示我，那我应该怎样？我早就知道了，对不对？我就可以说，他上帝没有指示我啊。所以先知是这样子啊，不是他什么都知道，上帝要指示他，他才怎样知道？因为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对不对？所以如果神不告诉人，人不知道的，这样了解。上帝如果不告诉我们，我们根本不知道。其实先知也是一样，不是你问他他就知道，要上帝指示他他才知道。所以以利沙很诚实讲，上帝没有先指示我，没有指示我，他没有告诉我。好，那么妇人就讲了，我没有跟你求过儿子，我不是跟你讲吗？你不要欺哄我，对不对？你不要让我有一个盼望，对不对？等等啊。那么那现在呢，如果这儿子死了，那就怎样？没了。这边我们就来想一个事，如果他一直没有儿子是一回事，对不对？有了儿子再死掉呢，其实是更艰难，更艰难，是不是？因为没有就觉得就没有，你的心从来没有，你一直原来是一直有盼望，可是从来没有过满足的盼望，那也只好就维持那个状态。可是呢，一有盼望了，
得着了，对不对？所以前面呢，那一个一直没有儿子是一直没有得着，但是后面这个是失去，所以一般我们失去的痛苦是更大的，失去的痛苦更大啊。所以死里复活有一个要紧的事，就是把我们失去的找回。福音是把失去的找回，知道吗？你看到没有，流浪的浪子回头是什么？失去的找回。迷失的羊是什么？所以呢，福音有一个观念，福音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因素，就是失而复得。福音有一个非常要紧的观念，我们有一些人常常说，上帝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救恩给我们？其实上帝要我们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知道吗？失就是死。所以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就可以知道，路加福音十五章呢，上帝一直要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有一只羊走迷了，失了，对不对？那时候怎样？我找到了，所以我非常高兴。所以我们常常很难去想象，为什么九十九只跟一只比起来，那一只特别高兴，因为那一只是失而复得啊。那么十个钱掉了一个，失而复得，浪子回头，失而复得。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救赎的意思在这里，救赎的这意思在这里。如果不从失而复得，我们很难可以很深刻的去体会到那一个死而复活的心境，死而复活的心境。所以呢，上帝要让我们去体会福音，去体会真正福音是什么，为什么叫生命的大能，就一切相信的啊。因为亚伯拉罕身体死了，根本不可能有儿子得着，对不对？然后他愿意献上以撒，死而复得。好，大卫犯罪了，应该怎样？死，对不对？他要还四倍，意思就是要死要死几次？死四次，对不对？那上帝说你的罪怎样？赦免。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福音的这件事情上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看重救赎？因为这些诗就是在一直强调一件要紧的事，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在上帝的在真正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是一个迷失的、偏行己路的，我们就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不认为我们有那么坏，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其他人比起来还好，还好。你说那些大坏事我也没做那么多啊，小过犯大家都会嘛。我们常常是这样对自己，对不对？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真正的一个人，所以上帝要让我们真正能够知道，是一个人要知道真的失去了。所以亚当跟夏娃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用了很大的历史的篇幅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什么时候很容易体会被骂，结果没被骂、就是一个我们觉得还没有盼望的人，让我们愁苦的人最后怎样？失而什么？复得。失而复得，这样了解吗？一个失而复得，这才是 死里复活。所以福音呢，强调是失而复得。所以在这边呢，在这边呢，你看到没有？这个妇人，上帝没有告诉这个以利沙。如果上帝早告诉以利沙，那么应当是以利沙跑去救这个孩子，对不对？如果以利沙跑去救这个孩子呢，对这个妇人少了什么过程？失去的过程，知道吧？对他生命中的一个死而复活的过程，他必须失去。而是失去的过程当中，他要能够紧紧的抓住一丝的希望，知道吗？为什么他不叫他不让他丈夫知道？
为什么他急急忙忙的去？因为他不想受任何的搅扰干扰，对不对？他只有一个单一的目标，就是什么？去找神人。好，结果找到神人以后，神人说什么？上帝没有指示我，那时候你要怎样？好，那他就说你不要欺哄我。好，所以这个问这个时候啊，谁要负责任？他会讲，你神人你应该怎样？你应该负责啊，因为当日我没有跟你要啊，对不对？啊，我没有跟你要啊，是不是？啊，这个很重要的观念，知道吗？哦，我没有跟你要，是你怎样？你自己给我的啊，是不是？好，这把它放在心上，是你自己给我的啊，我没有跟你要啊，啊，你这样给了我，现在又把它得走，对不对？好，所以以利沙就吩咐基哈西说：“你拿着我的杖，看到没有？杖，摩西的杖，我们知道，那就是上帝给他的权柄，对不对？所以基哈西这个时候知道了。”他能够做的事情仍然是怎样站在他的位分上做，他说把我的杖，这代表权柄，那么若有人问到人，不要问安，能跟你问安也不要回答，意思就是什么？你要一路的赶回去，知道吗？越快越好，越快越好，然后赶到的苏念以后，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很奇特，你就把它放脸上。然后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你知道啊，这个妇人啊，就是紧紧抓住什么？神人，就紧紧抓住神人。好了，基哈西先走，他就照着以利沙的吩咐去，然后呢把杖放孩子脸上，发现怎样？没动静。然后呢他就迎着以利沙来了，然后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就进屋了，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好，记得关上门，刚才有看到了，前面有关上门，对不对？他前面他就吩咐那个妇人关上门，这时候他自己怎样？关上门，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只有他自己跟孩子在里面，他就祷告神，他跟神祷告，然后很奇特，就伏在孩子的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很奇特，这样子，然后孩子的身体就渐渐软卧，然后再下来走一趟，又上去，孩子打七个喷嚏就醒过来了。重点不在那个怎么做，知道吗？你不要说，那我来学学看了。你不是以利沙，这些都是圣经讲，这些都是就是讲到先知的在上帝面前的信心的等候，知道吗？信心的等候。所以整这些圣经都在教导我们，信心跟等候是在一起的，等候是在一起。那我们为什么等候？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等候得回来，得赎。人很复杂，人的话很多。耶稣叫一个有一个寡妇的儿子，那个谁的女儿，那个埃鲁的女儿，有没有？他是把人都赶出去。因为人在那边怎样？哭嚎，然后话多，对不对？然后在旁边又没信心，还是有信心？啊，人不会有信心，人只想怎样看结果，对不对？所以耶稣就把这些人都请他们出去，只留下那个重要的门徒。所以在这边以利沙没有叫任何人进来，他自己。
然后呢啊，所以他就把妇人找来把儿子抱回去啊。所以这里在讲什么，在整段故事里面啊，苏念的妇人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啊，非常要紧的事，就是啊，一个人呢他敬虔的日子，上帝可以祝福他，那也可以看到他敬虔可以有平安，对不对？可是福音不一样，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真正永生的盼望，对我们来讲是这样。人已经，所以有一些人在世上说，我为什么要永生？看到没有？他已经没有什么，没有盼望。所以现在有一些人，我们跟他说信耶稣有永生，他才会讲啊，我有永生干嘛？我这辈子怎样活得好就好啊，对不对？哦，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这样，他会觉得我这辈子活得好就好啊，我不需要永生啊。哦，上帝如果要祝福我就什么，让我这辈子过得怎样快乐啊，是不是？这不是福音，知道吗？也不是上帝做不到，但是这样做对我们生命没有价值。我讲的是永恒性的价值，真正有永恒性的价值是我们要有一个生命胜过死。那如果要胜过死，我们必须先什么？死。所以我们真正做，我们的困难是什么？当我们是要失去的时候，失而复得。所以福音一直在讲失而复得，死而复活。那我不是说我们要先去做坏事然后再蒙上帝赦免，不是这样，是我们实实在在生命中去经历，不一定是自己经历，有些时候是我们最爱的人，我们最关心的人，那上帝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死，对不对？但我们能不能在信心的等候中使他们被得回来，被得回来，这就是耶稣在世上走的路。门徒，每一个门徒都要失而复得，知道吗？彼得也真正否认主过，对不对？那耶稣重新怎样得回他，重新得回他。所以我们啊，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啊，上帝为什么不让以利沙知道，他要以利沙去经历，以利沙要跟着经历，知道吗？跟着经历，他代表他是神人，代表从神那边来的使者，是不是？哦，那上帝没有让他很快的解决，要让他一同经历。好，那么一同经历呢，是我们在旁边陪伴的人、等候的人非常要紧的啊。耶稣所爱的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拉撒路会死，马大、玛利亚会痛苦，耶稣知不知道？知道。所以耶稣到了他们家往坟墓的路上，耶稣不是哭了吗？对不对？他要不要一同受苦？要，他要一同受苦。耶稣也知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谁会很痛苦？玛利亚，对不对？但是他要不要忍耐？要，因为他要跟他一同经历。所以这个神迹在告诉我们，这就是福音啊！福音就是上帝要跟我们一起去经历失而复得，而是他帮我们找回来，知道吗？所以以利沙要代表怎样？那我们呢？我们就效法这个苏念的妇人，怎样？紧紧抓住，紧紧抓住，知道吧？我们就是效法苏念的妇人，遇到事情，啊，大呼小叫没用，知道吗？赶紧怎样？赶紧去找神。了解吧，就是赶紧去找求问神，倚靠神，仰望神，啊，那神不一定马上回答，因为你看这里以利沙没有指示了，上帝没有指示我，
是不是啊？那他就而且他啊就不迟延的就赶快的啊啊，在当中杖不要忘掉，杖就是上帝给的权柄，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所以一切本于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所以呢，这个主耶稣讲过的话，他说什么？所以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怎样去？你们要去。所以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是本于上帝给的权柄，知道吗？是那个权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在整个经历里面啊，要的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失去信心，因为理智、经历、人的判断都会让我们失去信心，都会，都会。但是呢，我们在这样子一刻，仍然要知道，紧紧的抓住，抓住神，抓住神，因为权柄从神来，失而复得是主在做的事，对不对？主在带领的事，所以。把这些放在心上，让我们在日子里面有艰难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我们就抓住这个应许，一定要抓住，因为主会做他的事。所以你们同样的就想，上帝，这是你给我的，那你就要怎样？你要负责，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上帝负责，我们就要怎样？我们就放得下心交给他，那上帝说他会陪我们走这个经历，很不容易，这个妇人啊，来回64公里的路，对不对？啊，32公里在古代的话，一天的路程，那不是那个有柏油路可以走哦，你要知道是山路哦，对不对？赶着走一天的路程，然后到了。那如果你不休息还要就赶回来，哇，那就是很累的事。嘿，好，所以这两个仍然，所以这个故这整个神迹还是在教导我们要紧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上帝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你跟他说你相信神必定成就之类的，他听不进去，对，因为他没有看见，是，他也没有向我们进诚的心，所以这个地方我不晓得怎么样的方式让没有信主的人在本后的艰难中他可以像我们一样的盼望，所以他只能看我们。好，所以我们啊，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我们只能让他们看。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就是让他们看，让他们看。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让别人看，对不对？所以耶稣讲，人如果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人在看我们，那因为人看我们，所以我们的压力就会很大。因为人看我们嘛，所以我们就要怎样？好，你软弱，别人就说哦，你看看你，那你看也被说了，对不对？你说你很坚定，人家说更没看到结果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等候的过程，我们的艰难就是这样子，我们的艰难就是一直是这样，因为我们要在等候，我们就是一直等候，等候到事情成了。
觉得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做错事，但是可能当下我们不知道，那他看我们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然后日后比如说你跟他再传福音或者再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事都拿出来。可是这些事你说真的是有没有做过，没有做过，一个完全没印象的。哎，那这样子要怎么办？都承认，都承认，对。因为虽然我们可能印象里面我没有说我没有做，对不对？可是对方有接受到这个信息，哦，他这个信息他接收的很可能是我在表达其他的事，他误解了，对不对？都有可能，但这就是他接受的。所以我们当别人说我怎样，我们就说好啊，这个。其实我们啊，耶稣有一个啊，人的怒骂都归他身上，对不对？所以所有的都是冤枉的。嗯。哎。所以别人对我们会这样，也难免。哎。所以如果人说你怎样，那我们听了以后就说好，很抱歉，我让你啊。有这样的认定，那这就是我该向你道歉的。嗯，意思就是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他必须要做榜样，对不对？嗯。但是，基督徒本身也是个平凡人，他有喜怒哀乐，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做的。嗯。我们没有要做什么，比如说赚钱，你就要赚的最多哈，考试考的最好，我没讲这种榜样哦。没有吧？榜样就是你对上帝有信心。哎，就是我们没有什么榜样啊。我们真正要榜样，就是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对不对？然后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信心讲的是这个，我会四面受敌，但我没有被困住。我会被保罗讲的，对不对？基督的死会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说你说哦，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啊成绩很好，不一定这样，你成绩本来就不好就是不好啊。那他工作表现不好，就显然他不适合那个工作，他就应该换个适合他的工作啊。他如果祷告上帝，上帝说他也觉得这个自己不适合这个工作，他就应该换一个工作啊。那个品德，品德是一定要有的，因为品德跟个人的能力无关啊。所以在世界上的人常常用我们的表现这些来做嘛。那如果基督徒能不能接受啊？我不胜任这个工作，但由我能胜任的工作去做。嗯，好，这个就是要思考啊，有没有我能胜任的工作，我就去做我那个能胜任的工作，好好的去做它。那就是交托给神了，看上帝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啊，我刚才说的，我们读的这几处的时候，我一直强调一个，就是有一些信心啊，我们常常会受理智、经验、经历等等的约束啊。我不是说那些不好，知道吗？因为那个都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合理的判断。好。
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总要在当中再去看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给我们应许是什么。好，所以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几个重点不要忘记，就是上帝让我们失，但要让我们失而复得。那么我们在信心的等候里面，就是一个坚持，一个安静，一个坚持，一个安静。我们会慌张，会怎样，我们会诉说都可以，但之后我们的心要安静，因为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这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书念的妇人呢，就在当中呢到这边，到这边，然后这些之后呢书念的妇人还有后面还有事情不是只有到这里我们继续看下一个38节到44节，这边讲两件事情一个呢是以利沙到了吉甲有饥荒，那么先知的门徒说怎么办他就说你们把大锅在火上先给先知门徒熬汤，然后呢他没办法了只能到田野去看到一个野瓜藤，摘了一兜野瓜回来，然后不知道是什么瓜，吃的时候大家都说有致死的毒物不能吃所以表示这个东西应该是很不好下口，或者吃了以后人很不舒服那么以利沙就拿点面，把面撒在锅中倒出来给众人吃，就没有了所以这又行了一个很奇特的神迹，对不对那这个神迹呢跟先前这个在这个什么他一开始行的是类似的，就是在耶利哥的时候因为水质不好，对不对，他加了什么盐加了盐，那这边呢他加了一点面那就没事了。再来呢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出熟的大麦做的饼20个跟新的穗子给神人，僧人就说把这些给众人吃，那仆人就讲这么一点点怎么给那么多人吃有100个人要吃，那他说你只管给。好，下面又讲了，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的还剩下，果然又剩下。所以这边在讲的就是你们给他们吃，你们给他们吃，耶稣讲过这个话，他跟门徒讲你们给他们吃，在5饼2鱼的神迹他讲过这个话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信心呢是要怎样，要能够借着信使人得饱足，借着信我们的信信。所以主耶稣给门徒的应许是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就是让人在灵里面得着，这就是我们。那我们可以够，我们有的呢我们其实没有，因为饥荒我们有什么，我们只有一锅水而已，知道吗，对不对我们有的还不一定能下得了口，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别人得来的我们再摆上，知道吗所以使徒保罗有讲过，当我们把所得来的在摆上，就变成极美的祭物献给神就可以使人得着。所以这两个都是在告诉我们平常的日子我们怎么让人可以在当中虽然不是失而复得，对不对，却能够让人可以得着供应跟满足这就是我们用神的话去帮助人。人平常的时候不会想要听上帝的话，平常的时候不会想要听就是像你在富足的时候会觉得东西好吃不好吃，对不对饥饿的时候呢对饥不择食什么都好吃
都好事。所以我们要人可以肯领受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供应。那我们不要担心担心，我们只要愿意给，因为神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好，所以这两个先知呢，来跟前面的那两个神迹跟前面两个神迹做一个呼应，做一个呼应。好，那么这个呢，这是再来第五章讲的这个神迹呢，也是我们要学的，也是我们在当中信心里面要学的。在这个神迹里面呢，人物更多，前面的神迹人物比较少比如说先知的门徒跟先知然后就吃饼，对不对人比较少。那这个呢，人就很多了。这个人呢更不容易。这个是亚兰的元帅乃曼，而且他又非常尊大那尊大的原因呢，是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这很特别就是他得胜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其实不是他拜的临门神让他得胜。临门神知道就是下面那临门庙临门庙就是那个亚兰的偶像庙所以不是他们拜的那个偶像让他得胜，其实是神让他得胜，然后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好，所以在人的生命当中非常辉煌的时候，他长得什么？大麻风。那大麻风在古代真的是会不会好，没有人知道所以完完全全的是一种非常艰难的疾病在他身上。好，所以呢，这时候你看他亚兰人，他亚兰国又常常打以色列国，打了以后就把人掳回去当这个仆婢然后一个小女子我们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对不对这小女子还不错，她服侍乃曼的妻然后呢，一看到乃曼生了大麻风，她也没有说怎样，很开心觉得怎样你既然掳我来，那你就怎样受报应，对不对我想她也没有这个心所以显然或许真的乃曼的妻也待他不错他就跟他的乃曼的妻讲，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那先知他就有一些特别的先知撒玛利亚的那先知，不是每一个先知，就是那一个先知可以必能治好。你看这个小女子很奇特她怎么知道可以，对不对？因为在这个之前乃曼都没有治过什么大麻风的，对不对？只有一些神迹的事情在当中流传而已。好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这个他主人的妻就会告诉乃曼，乃曼一想，如果可以治，当然要治好啊，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结症嘛他就去跟亚兰王说以色列国的女子这样说，那亚兰王就说好，那你去找他，我替你写一个推荐信那么呢，乃曼就在银子十个他连得，十个他连得是340公斤，知道吗？340公斤然后金子6000色克的一堂10套，这是一个非常贵重的礼物，知道吗然后呢，然后写信去给以色列王，他说我打发我尊敬的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用命令的你一定要治好他。那么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他就觉得这个人分明就是来怎样，就是找机会攻我，对不对？找一个我解决不了的难题，然后就说你看你都没有诚心帮我，所以我就打你所以呢
王撕裂衣服就表示王在那里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对不对？因为他打不赢亚兰啊，那亚兰又找机会要打他，所以这个以利沙就听见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他说，你干嘛撕裂衣服啊？那个人要找人医治，那你就叫他来怎样找我啊，好，你叫他来，你就让他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其实也让以色列王知道有先知，知道吗？所以以色列王啊都不会想到有先知。那么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因为上次要去打仗的时候还是耶沙法提醒他要找那个先知，对不对？不过另外一个实情就是以色列王也不想找他，因为他都怎样说实话，他都不说好听的话，对不对？所以乃曼就带着他的车队，你知道340公斤也要不少驴子，然后来了，还有他一大队人马来了，到了以利沙的家门口站着，以利沙竟然不见他，就打发一个使者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叫他去约旦河洗澡洗七次，然后呢你就可以复原了，就得洁净了。你看见也不见他，对不对？也没有怎样，这南曼说的话蛮有意思的，南曼就生气就走了，他说他应该出来啊，在我面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然后在患处上怎样摇手治好这个大麻风，这个就跟一般的什么能想象的方式，对不对？在他身上有病的地方啊，摇啊摇啊，念念有词啊，然后就好了，然后南曼就很生气了，就觉得说这个人啊连个法事也不做，对不对？然后就吩咐我去约旦河，那他就想大马士革的就亚兰里面的两条河，一个是亚巴纳河，就是巴拉达河，一个是法尔法河，就是阿瓦吉河，这他说这个水呢比你以色列的水好啊，这也是某种程度合理的，因为他从这个黑门山上流下来的水，不像以色列人是从加利利那边流过来的湖里的水，一个是山上下来的。他说这个水不是水质比那个约旦河的水好啊，对不对？他说如果要沐浴我就在那边沐浴就好，我干嘛来到你这里，花走这么长的路，还到一个水质没有我那边水好的，对不对？好了，他就要回走了。他的仆人们，这不是一个仆人，是他的仆人们都跟他讲，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只敢不做呢，你就去嘛。你知道吗，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仆人的眼中是大事，乃曼的眼中是一件呢小事？你知道这个就是人啊，人站的位置，同一件事情你站的位置不一样就不一样，同一件事情你站的不同的位置你看的就不一样，知道吗？对一个谦卑顺服的人，仰望上帝做的事就看得到大事，对一个骄傲的人就认为那个是什么小事。所以一个人如果不，为什么仆人才可以？所以耶稣讲你们要回转向小孩，知道吗？像小孩子你做了一些事情他都觉得哇很稀奇，对不对？你变魔术给他看他都觉得很神奇，大人会觉得怎样？对啊，他也觉得看过了，没有怎么特别。所以这个神迹呢告诉我们，第一个是以色列的小女子，小女子比王有信心，你知道吗？
小女子，你知道小人物啊，小人物他的信心的眼见啊，跟大人物不一样。大人物觉得自己有本事、有能力、有金钱、有地位，什么都有，对不对？小人物什么都没有。所以为什么他们对神的信心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小女子呢，她比以色列王有信心。以色列王都想不到先知可以做的事，但这小女子可以。她是一个被抓到敌国去当一个很婢女，对不对？当一个奴隶的人，但她有信心。那么乃曼的仆人比乃曼有信心。乃曼觉得 你叫我做这什么事，对不对？可他的仆人说这就是大事，大事。所以一个人看上帝做的事，来到上帝面前仰望神，神做的事到底是大事跟小事，其实跟我们的心如何有关，跟我们的心如何。所以如果我们先信得过上帝，上帝就为我们成就大事。如果我们心就觉得这事没什么，那就上帝就不必做了，因为你认为没什么嘛，你认为没什么。所以他的仆人们，你看这些仆人们，这些小人物，你看他就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看这是大事。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求主开我们的眼光？不开我们的眼光啊，我们看不到大事。我们会觉得那没什么，那没什么。可是很多上帝要做的事我们就错过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就没有经历。但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真的是一件大事。他说这就是一个大事，对不对？那你叫你去沐浴就得洁净，那这么容易做的事你为什么不做，对不对？那乃曼就心不甘情不愿，我在想就跟彼得一样，对不对？就照你的意思，好吧好吧，对不对？就听一遍看看啊。所以乃曼呢就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了七回，他的肉就复原像小孩子的肉，就是恢复到小孩子的肉，我知道哈，是那个最好的哈，你用保养品都保不到的哈。那么呢，好了，他得了医治了。这时候乃曼就怎样？乃曼整个，所以你看，福音就是失而复得，知道吗？人用自己的理性想法等等，其实常常阻拦着上帝的恩。因为我们觉得是这样吗？这样可能吗？对不对？那么所以乃曼就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又回到神的那里。这时候他就很谦卑了，他就跟乃曼讲，跟以利沙讲，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你知道他已经完全的知道过去他所拜的那些没有任何一个神可以帮他，对不对？那么他，我猜想他也去找过很多那些偶像庙的人替他治病都没好。所以这时候他说怎样？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然后现在呢请你收我的这一点什么礼物，你就我这小礼物你就收了。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我必不受。为什么不受？他二十六节会讲，他说现在不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盐葡萄盐牛羊仆婢的时候，现在不是，不是来做为自己准备这些丰富的家产家业的时候，他不要。那么乃曼一直求他，他不要，他就是不接受。所以你看书念的妇人求他，他就接受，对不对？
但是乃曼求他呢，他不要，啊，因为啊，他也不要让人认为是啊啊，因为啊，如果其他人知道以后，人来找他会怎样？会觉得说啊，我应该准备好礼物才怎样，才有机会，对不对？啊，我们人很直接会这样子对价关系，我们很快就对价关系。但是他不要有人有这些啊错误的想法，所以他就不受以后，乃曼后面这个很重要。乃曼不仅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哦。那既然有神，你要怎样？你就要敬拜他。所以乃曼这个人啊，就让我们知道啊，所以他。真的，为什么上帝医治他？因为他真的被神得着，哦，这非常要紧。你看乃曼，他就说普天下没有别的神了。那如果以色列耶和华是神，那应该怎样？你看以前以利亚做那么大的神迹，以色列人有没有像乃曼？没有，没有一个像乃曼，没有一个。所以同样的神迹显露出来，并不是代表每个人的信心都是上帝喜悦的，不是。乃曼的信心上帝喜悦，他说什么？他说啊，那你就给我两坨子啊，两骡子驮的土给我，啊，你就这里给我土，我回去呢不再跟其他的偶像献欢祭或者平安祭，意思就是我只单单怎样敬拜耶和华神，哦，你看这就是真正的信是这样。因为他知道，所以不是神迹不好，知道吗？神迹要让人能够像乃曼这样信，哦，就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哦，这就是福音嘛。福音是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别无拯救。所以一个人真的成为基督徒是有这样的信。所以福音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如果真的福音是什么，你就可以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乃曼有这样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要教导我们的信心。然后呢？然后乃曼讲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所以乃曼很诚实。他说有一件事情，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就是他承认他在上帝面前一定得罪上帝，要求神饶恕的。他就是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在他的旁边用手缠着他，所以他拜我也要怎样？跟着弯腰，对，你不能主人在拜你还怎样直直的站着啊。然后他就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那么以利沙说什么？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知道吗？这很重要，很重要。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很硬，哦，我也不是说你就是一定要可以软，知道吗？就是你在那个场合底下，我们不一定要起冲突，知道吗？所以这求神给我们有信心有智慧，哦，有信心有智慧。所以我常讲，如果你家中在祭拜祖先的时候，你不要就跑掉了，你不要跑掉，你可以站在旁边，你可以低头，哦，可以跟着低头敬拜，哦，但是你不是拜他，你可以默祷，对不对？你可以不拿香，但你也不要啊，好像一个什么这个势不两立，了解吗？啊，不是这样的。啊，重要的乃曼重要的是前面，他知道唯有神是什么，他敬拜的。啊，唯有神是他敬拜的。那么现在他在人的权柄底下，他只好做这个事，知道吗？他在人的，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哦，我是公司的事务，
然后老板要拜拜叫我去买那些东西，那我怎么办？我就说你就去买啊，因为你在人的什么，你在人的权下，你在人的权下，知道吗？这就是你的工作的职分。好，你可以去买，你可以去准备，但你不要什么，你不要拜嘛，这样了解吧。所以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啊，为了这些事情就好像啊灰的这样，不是这样，因为人家没有在否定你的信仰，没有在否定你的信仰，但所以在这边呢啊，乃曼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什么？乃曼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呢啊他很用心哦，很用心啊，他知道除他以外没有别神，他只有敬拜真神啊，所以呢，既然你不受礼物，所以既然不受礼物，那我要土，拿土回去盖祭坛啊，所以上帝也让他做这些事啊，以利沙也没有说。你回去不可以拿土做祭坛，你应该搬石头回去做啊，因为以色列的祭坛是用石头堆的啊。以利沙也没有这样子要求他啊，就肯定他的这个用心。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蒙恩呐，常常要去思想这些事情啊。好，那么呢，下面呢，跟以利沙。这个基哈西呢，又让我们看见前面我们看到的小人物跟大人物，对不对？这边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在以利沙旁边那么多年，居然没有学到功课啊！不是你在先知旁边一直服侍先知，你就怎样，你就信心比别人大，不尽然，看到没？不尽然。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拿曼手里受他拿的礼物，怎么可以这样？帮你帮了那么大忙，怎么可以？对不对？所以他不认为拿礼物是什么错的，因为他不认为是错的，所以他就说什么：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哥一定要跟他要。你看到没有？我们不要以为他贪财，知道吗？他其实不是贪财，他是觉得这个事情拿是什么应该的。所以我们不能就说他一定很贪，其实他就觉得他应该要拿。好了，但是他应该要拿，他说谎话，你知道吗？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你看到没有？以利沙说什么？以利沙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在那里了。你的心就不对了。你没有讲实话，你没有讲实话。如果你去跟乃曼讲实话，我主人不拿你的，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拿，所以我要代替他接受，这是一种实话，对不对？”但是他不是讲实话，他说什么？下车迎着他的时候，他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这是什么？说谎。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来啊，求你赐他们一他连的银子，两套衣裳。两个少年人要这么多钱干嘛？34公斤啊，一公斤是。几斤呐？除以0.6嘛，对不对？所以六将近60斤，60斤，一斤16两是多少？960，是1200白银呢。好，对不对？哪要那么多钱干嘛？好，所以在这里。我用这个简单跟大家提一下，你看乃曼都不跟他说，你到底说真话讲话，对不对？乃曼是
是真的，他给真的是想给哦。他就说什么？嗯，既然要一他连得，那我就给你什么？二他连得，然后再三的请求，所以他就拿了两套衣服，又两他连得，对不对？然后回到三纲的时候，当然不敢拿去给伊丽莎看呐、啊，因为这是自己私底下去收的啊，对不对？哦、那么进去的时候见他主人伊丽莎的时候，伊丽莎就说：“你从哪里来？”好，这句话谁问过？上帝问过，上帝问撒旦说什么？你从哪里来？有没有？约伯记的时候，你从哪里来？就是我们人常常要反省的，我们的心到底走到哪里去了？我们人的心常常要问，我们的心跑去哪里了？对不对？你人虽然在那里，人虽然回来了，那你的心呢？我们的心呢？你从哪里来？那心呢？你的心去了哪里？你心去哪里？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都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的心曾经是怎样的光景，我们知道。仆人说没有往哪里去，怎么没有往哪里去？然后呢，伊丽莎就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在那里，你知道吗？我的心就已经在那，先知的心就已经看得透彻了。所以他告诉你，你现在拿银子要买橄榄盐、葡萄盐、牛羊、仆婢，现在不是为自己预备家产的时候，不是。所以呢，你就会沾染大麻风。”不仅你的后裔就永远被这个大麻风抓住、哦、等到基阿西退去以后，他就长大麻风。大麻风这是一个在属灵上，大麻风就是告诉我们灵里有病，知道吗？灵里有病。好，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段话 很要紧的啊、人呢、啊？人一开始不觉得自己是贪婪，知道吗？人一开始会觉得我这样做理所当然。那么理所当然的下一步就是什么？理所当然就会变贪婪，知道吗？如果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贪婪？因为谎言来了。我们要合理化我们的作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嘛？那你去见乃曼，为什么不直接讲？我觉得你应该留下一些给我主人，我主人不敢收，那我替他收，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我说的不会这样。因为当一个人啊心偏了，罪就追着你的，知道吗？下一步罪就辖制你的，知道吗？罪是这么可怕的东西，罪就辖制你的。你稍微偏一下，你觉得我理所当然啊，这个事情我是对的啊，当心。为什么？因为下一步我们就会怎样？想维护我们的想法，维护我们的理念，维护我，知道吗？当你一直想维护你的时候，一直想要维护，你要非常当心，因为你讲的话，我说过了，说话是属灵的征战，记不记得？说话是属灵的征战，我说属灵的征战就是说话，你话一说出来，哎，就你就知道那个就是征战。你说实话吗？还是你说漂亮的话，还是你说遮掩的话？所以我们真正的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因为从我们的心里的意念开始。
好，这一段话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基哈西的一个意念就觉得主人应当拿，当你觉得应当的时候，你的判断是什么？那为什么以利沙觉得不应当拿？所以我说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站的位置很要紧。两个那个小女子站的位置，乃曼仆人站的位置，都是卑微的位置，所以他们看先知在信心的成分不一样，所以先知吩咐的事他们说是大事，不是有道理吗？对不对？先知不拿，他们不会像基哈西的想法，有道理吗？对不对？十个他连得不拿，那拿一个怎样？十分之一嘛，对不对？是不是十他连得不拿，那拿一个怎样？总还好吧，对不对？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谨慎的事，只要谨慎的事。其实这个是对传道人非常要紧的事。有些传道人会觉得说，因为你看那么多，我做福音那么有果效，所以我多拿一点是什么？理所当然的。要记得这很危险，很危险。你们现在知道了吧？因为上帝要你拿吗？上帝说你该拿吗？对不对？我们的心如何？所以以利沙行的这些神迹里面都在强调，我们今天的主要我跟弟兄姊妹交通的福音是什么？福音一定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你没有失，你就没有得的那一个福音。所以你们在生命的历程中，你觉得现在是失，让你很痛苦、很难过、很沮丧等等，要记得这就是我们信心坚持的时刻，知道吧？然后接下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单纯的信乃曼是这样，上帝福音临到他，他就说只有耶和华是神。我说过了，以利亚行那么多神迹，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像乃曼的，没有。那么以利沙行了神迹之后，你看书念的妇人也好，乃曼也好，他们就是，所以神迹不是不好，知道吗？这个神迹有没有导致我们的心尊耶和华为圣？就是尊耶和华圣，就只有他是神，这才是真正要紧的事。如果神迹可以叫我们真的像乃曼这样，那么真的求主多给我们神迹，多给我们神迹，因为我们都像乃曼这样。然后我们也从这当中看到，不是你在以利沙旁边你就可以很属灵，知道吗？你看了很多，你的心如何？你的心如何？他的心已经跑掉了，对不对？所以人要记得，我们人常常一开始是很合理的，但我们要知道合理吗？如果我们自己认为合理，很危险。自己认为合理很危险，我不是说都错，知道吗？就是要很谨慎。这当中危险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下一步是什么。因为这当中只要有一点点不对的心思，马上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就一定落败，因为我们说出来的话就把我们的心显露出来了。所以你们在工作上面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属灵的征战，比如说客户他问你说你成本多少，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好像是怎么打都好像是这个好像不太对。这个我们就要祷告求神给智慧了。所以但你怎么打也都可以的，看你要怎么打。你跟他说这个问题实在是你很想知道，但是我一定不会告诉你。简单答也可以这样，对不对？
因为我告诉你了，那我还赚什么？所以有些话我们不一定，我们也可以实说啊，就是这个话我就是不能告诉你、啊。所以跟他讲就是说，那你去跟上帝祷告，他要跟你讲。通常耶稣也不这样说嘛，耶稣不是有问吗？你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对不对？还是从人间来的？是不是？你们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你我的权柄从哪里来，有没有？耶稣就不讲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有一点有上天上来的。我觉得那个奶奶她那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她的王要去找王，要去祭拜别的神，所以她也只好屈身。但是可以拿下吗？这个部分，所以我就讲嘛，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讲在前头。哦、但是不要不要，刚才我讲的是什么？不要做的那么怎样，那么解，因为有些时候确实家人祭祀的时候我在旁边也是服侍，然后也表达恭敬。对。但是就是有一个最后的一切就是不能拿下。通常他们，我就会跟他们讲，我都可以做这些事，但我不会拿香。好、哦，那我也会鞠躬，但我不会拿香。就说我们至少让别人也有一点台阶下。好、哦，但是如果对方很强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在某些属灵的上一定有一个界限，我们会强硬，知道吧？好、哦。这个部分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处理所有人的想法，嗯，啊，比如说乃曼在那边，他也弯了腰了，是不是？他也怎样？我想这个就，所以他有讲，因耶和华饶恕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顾虑所有人的想法。好，那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尊敬啊，我跟我们的父母一样，尊敬我们的祖先。因为在台湾的选举文化中，感觉统治台湾的人是那些庙宇的偶像，然后很多候选人都必须去庙里头，就是去发往那个势力，过这样子的去。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自己一定要把界限画好。如果他想要走在从政的路，他就必须先把界限画好。然后在界限画好的时候，因为我们先画界限了，别人就知道怎么跟我们互动。那如果我们变成被动的，就比较辛苦。被动就比较辛苦。所以我比较希望说，你看乃曼也是先主动讲，对不对？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先主动，那有反对的家人我们先主动，有反对的老板我们先主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变成被动。好，那我们就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常常是软弱的，我们也常常自高自大，或者我们常常有所偏移。今天你借着以利沙跟这些人的互动当中，使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在你眼前是何等蒙恩蒙福，让我们总是在你的面前蒙眷顾，让我们的心总是向着你，在这一切啊所遭遇的艰难中，经历你自己的丰富，经历你自己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善。感谢主，你保守赐福于我们，眷顾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